王一博、可可奈奈，一。我当时害怕极了。不是，你眼中的潇潇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？是一个什么样的？当时那把剑离我的喉咙只有0.01公分。话说好了，就很活泼，很可爱啊，小兔子是吧？啊，肯定要藏私房钱。一博，你会以后藏私房钱吗？我就是，比如说你媳妇不喜欢你开摩托，但是你为了你自个儿买那些东西，你得自己藏点钱。是初中，不是初恋。玩呢？我也就是回家跟我的初中同学们聚聚会，跟那些初恋的同学。初中同学都比较亲，然后一博的初中同学都比较亲，都是二两一个的那些同学。唐僧等于王一博。当代唐僧现在已经变成一博的一个代名词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一开始就是觉得他就是不太喜欢跟女生交流，也不太喜欢女生。You're beautiful. Thanks for saying so. You are so beautiful. Beautiful. 哇！这孩子自个儿给自个儿鼓掌。You are so beautiful. Beautiful. N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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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. 其实，如果这句话专门用于指男性朋友的话，那么你可以说他 handsome。那我是女性的意思是吗？是女性的意思是吗？不是。Oh God, please no, no！ 我以为都要这样。大家看见了吗？王一博鲁豫一样的姿势。一博有约，告诉我你的故事。哇，就像练杂技，酷！一博，你愣敢把这种影技往节目组交啊？我以为大家都要交，结果就只有我一个。世界不是一样吗？其实我们真的都特别特别喜欢一博，因为一博最小。说实话，一博加入我们天天兄弟，其实不单单是靠的是外表，他靠的是帅气。对啊、不是一样的吗？不装了，我是亿万富翁，摊牌了。该死的胜负欲，王一博是有点听不得这事儿，一摁他就起，一摁他就起。一，一，有害垃圾那个指甲油，然后那个可回收垃圾饮料瓶，然后那个是那个刀片是可回收垃圾。我说一句，老师，比心，两个人比心。两个比心。